爸母甘做有气，做人唔通讲是非，做人就爱讲道理。是好汉，莫比较是安分守己；英勇好汉，莫为难朋友兄弟。讲义气。朋友兄弟，讲义气，袂饮酒醉。无论地地里，永远做我的兄弟。严哥，伫这个时阵，主家若是离开。万一西皮夫拄着危险，主角圣上，在你离开的进程，你会使去前厅布下七爪明灯。七爪明灯，你会使布下南北岛圣君七千灯，护驾南北岛圣君在西岐外保护，而且请刀庙来主持。少爷，这是老夫挂上显示的，但不知你会晓南北岛圣君七千灯无？主爱文书，原主天出不加价，严格文书也一再交代。那是失电，南北岛神君七神殿，这是非同小可的代志，这是会惊动到天界。小爷，安尼敢妥当？这无法度顾虑这么多啦。圣上，老夫我爱看圣上你意志消定嘛。搁再讲。咱世纪的寿命大将，拢在阴阳界内底。这万一敌人来兴兵来犯，咱世纪又如何抵抗？主家在此叩谢少爷。啊，先用不用多礼，跟请起来。少爷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主家到达，将这八处经交予少爷，请少爷看卖，这内底敢有解何等方妙？那恁老夫就好好来研究。你也是快去，主家告退。希望圣上这次去，会当将人救倒转。玉卿，咱已经大功一件。游水引山的人。唔知咱今日在阴阳界里头，不得动。到时阵若想要动，恐惊有困难。无一定。玉卿，你这是在创什么？将阴阳界里口封起来啊！将里口封起来，为什么？我咧想哦，强主家伊无伫口会窜入阴阳界。强主家窜入阴阳界。那恁将你靠封掉是，不爱让伊落来，阻止伊救人。玉卿，这强主家是世纪的心上，信不着，伊无可能凊彩离开世纪。大姐，这是无一定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咱即马偷偷来去西北府，看有啥物拍算。好啊，行。八道神君七星兵，我已经布置好了。叫伊爱我前去，主啊，就讲伊的大恩啊！
为了小弟，就算讲翻天条，我也要去救小弟，甲吴建英。天庭在你靠我喊这，哼，小小喊这，奈我强暴如何？全部干！强子哥，大姐，强子哥落去啊！这卡面就是要倒台顶，伊安尼落去，那不是害着杨子，等那是害着伊。想要告就是无事的。今天走就安算了。姊妹在家，较袂停下半手。强子啊，想袂到你竟然会为着招弟啊，甲杨振遐个人窜入阴阳界。你大概是毋知影，我玉琴今仔日来西壁府，大开杀戒吼。好，我着将机枪带去交好大王。等你若是回来了后，机枪已经伫咧吊高了。到时阵，我才看你西皮要大行啊无？咱经过阴阳界，安尼即摆在什么所在？我想，这应该都是幽冥间吧啦。幽冥间？啊，那幽冥间搁过去呢？我唔知影，这我从来唔捌来过，而且我即摆唔知影如何才当找到夫人。这到底是变怎啦？爹啊！你敢要伫遐臭牛鼠庙？在阳间的时阵，伊在叫三三八八，伫咧电影上看人面。在阴间，你把伊死个难受，去甲搞袂死无啦？兄弟，咱用柴火找袂着鼠标，即摆变难啦。无计啊，你是卖着急啦，快点哦，咱都已经来到遮，咱都一定要找着狐狸。是啦，我挂了。即马是开吹好，杨，狐狸，不要，狐狸，狐狸，狐狸，不要，狐狸，狐狸，狐狸，不给，董顺，进来了，狐狸，你家，狐狸，狐狸，不要，狐狸。死你啦！都是我害的。
什么在害我？是我害你唔吃着，搁甲你一世四十到三百，是要我自尽，你来对我自尽？哥，你是要来跟我联络的哟？夫人，不是啦，唔是对你自尽啦，唔三个人是从你阴阳界要来找你的啦。从你阴阳界？是啦，夫人啊，不过今是人孤孤单单嘛，哎呀，足担心你的啊，所以就拜托杨振揣落来。不过杨振吼，担心无法度回去，所以阮三个人吼，就决定斗阵落来，要救夫人。不给，拜托不给，你是安怎会对我这么好？我不相信。拢家你安尼在当水果，拢甲你爸，甲你妈，你搁对我这么好，你怎个搁对我这么好？所以你敢骂你敢骂，我更袂怪你啦。所以你敢知啊？我今朝唔甘你离开西边屋啦。主要遐离开西边屋，母鸡就无人好打水果啊，母鸡就无人好脚底耍啊。啊，西边屋唔是足无聊的，啊，上天就是三三八八。主要，母鸡只都唔甘你离开，你知无？我唔是安尼，是我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但是你看我，我即马根本都无法度转去。我个家都唔甘你离开，你知无？那不是安尼，对我，我嘛是安尼想。但是你看我，我即马根本都无法度转去。夫人，这里面担心啦。我有办法将你插进阳间，但过你伫个阳间顶后有两个死神，我已经将变造金拉到身上，我相信身上一定会当为变造金内底研究出解火顶红的方法。你敢有可能？苏彪，不管有可能无可能，你敢知影？苏大你死了，苏我相信你，而且苏相信到病拢困袂去。而且我在阴阳界时阵，输搁昏迷嘞。我的心肝啊，你哪会听讲？你哪会听讲呢？是啦，夫人啊，自你走了后，心上足伤心的呢。夫人啊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我哪有法度，一命赔一命。我知影你师父的伤心，恁大家艰苦，但是这时间。交代一切，林叔，你早晚会把我放回去的。夫人，你要哪会使安尼讲啦？心上伊是一个用情至深的人，伊要哪有可能将恁放回去呢？叔表，你若真是吼，希望安尼放袂记，反正吼，时间吼一久来吼，叔吼真正给你放袂记去了。到时阵哦，伊只娶白查某，看你要安怎？娶白查某？对，啊，趁机哦，唔是最爱心上，无听着吼，心上会娶趁机哦。对。趁机？不行诶，我唔准呐！我虽然已经死啊，但是我嘛无希望伊阁娶白查某啊。查某，我伫遮，我会丢内伤。你要赶紧搞回阳啊！反正哦，到时阵你真正回阳的时阵哦，哈，大家哦拢欢喜啊，对无啦？对，是啦，夫人，你对我来等好不好？
恁三个这尔有诚意，我跟恁回去。不过，让我多回去。咱去看卖啊！对啊，英仔，咱不是搁爱找白俊豪迄个分片啊？对，那是找无白俊豪的分片哦，就我都替吴连元认识亲啊。难的，咱赶紧来找白俊豪，等找到伊了后，咱就会使回去啊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走过来。伊都不是白俊豪，那呢？伊是谁啊？神像高林，多谢神像高林赐我一个全尸啊！我想起来，伊就是范中医。夫人，你哪把钱？兰姐，你醒醒啊！你哪会出现林中呢？多谢我唔知影是你。好啊，你莫阁讲。你先对我搞无劲，咱先离开林中再阁讲。叔叔用的身边利器，我靠你太重伤，一夹变得等于原形。你来替我来吃啦！我去西伯父，看你一个人创了这阴阳界，我甲玉清已经伫这阴阳界入口布下八道大阵，我惊你入你的受伤，所以我才对你来啊。你的人生已经慢慢的恢复，对不？什么的人生无人生？我伫这布下八道大阵，就是想要害杨振、吴家、陶行顺，也靠恁某上天，不要让恁等于勇敢。想不到，但都是伊害着你。朋友兄弟讲义气，袂饮酒醉。我伫这布下八道大阵，就是想要害杨振、吴家、陶行顺，也靠恁某上天，莫让恁等于勇敢。想不到，但都是伊害着你。唔知为虾米，我都是无想要害。你放心，你伫遮等我，我去找小弟，我回来会来找你。我无害，你莫把我一人留伫遮，我会惊，我要跟你去。好啦。原来就是伊哦。哦，那安尼哦，我嘛想起来啊。顶下我甲新娘伫个街仔顶看到伊，啊伊爱着过界大母，啊对，很奇怪，啊你哪要害伊翁啊？我无害伊，我嘛无害人啊。以前我的玉佩甲我的衫拢无去，我哪有可能害人？我嘛无可能去害人，新娘夫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冤枉的。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我伫个家路的时阵，看到你要被处死。我就想着讲，我嘛无太白准好啊，我嘛是去向冤枉的啊。若是安尼，伊嘛是无辜的啦，规日将伊带返去做伙调查啦。也好，即卖上重要的就是爱找到白准好较要紧。紧的安尼，莫延停，紧的，咱分开来找啊。好。等伊。我已经将你的伤口暂时封起来，不过还是需要等你用功，我才有法度替你治疗。
就算讲我当救你，你嘛爱孝顺爸母的公理。强叔啊，只要当救你的性命，就算讲孝顺我爸母的公理，我嘛甘愿。太爷，根据我的温情，我强叔啊，这世人我都害呀。我希望后世人好啦，莫阁讲遐济，咱先来找人家了去。将阮来折磨，甘讲你。